先开始要来关心天气哦，因为台湾地区啊，今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各地温度拢较热。啊，透早这嘉义的温度只有13.6度，一旦公示今年入冬以来上低温。根据气象局的预测，明仔载是五冬的选区是投票率，第一的啊。台北市甲新北市这部分啊，早暗天气拢较凉，啊，透早上加温度只有15度，也阁有可能会落雨，啊，这敢会影响到这投票率的优待观察？伫中南部这三都市，这云到好天，里面温差差较济，天气可能较袂影响到民众投票的心情。